新城乡公所办理了109年新城乡各村资源回收以及环保宣导暨中秋民俗记忆活动，22号的晚间是在顺安部落聚会所举办，县长徐祯蔚也在百忙当中前往参加，除了向乡亲们致意之外，同时也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新城乡各村中秋晚会活动22号晚上是在顺安部落聚会所登场，活动经费则是由花莲县政府和新城乡公所全力支持。新城乡民代表林国贤募得相当多的木材品，也同时也感谢在地的企业家。国贤哦，因为有企业的协助，亚宁亚洲水泥公司有大力来给我们新城村、顺安村当地来做协助哈，有发放这个礼券给我们村民，我们在这里表示哈，感谢亚洲水泥对我们乡亲的关心地方支持企业，企业关心地方这是很好的事情国贤也在这里敬祝我们新城乡的乡亲中秋佳节愉快。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今天的中秋晚会，在此祝福各位中秋佳节快乐。县长徐祯蔚也在百忙当中前来向乡亲致意，在中秋佳节的前夕，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医疗人员都是从台北请他们来，所以是不是给我们许牧里也该掌声好不好？再来这位要谢谢大家，那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好不好？现场还有许多的木材品以及精彩的表演，现在许宗也向每一位在场的乡亲握手致意，也希望把每一份祝福分享给大家，通过活动的办理能够感受一下中国传统民俗佳节的庆典。记者九零新闻报道。